六号蒋万安，就用我们手中的选票，让万安当上我们的台北市长，让台北市越来越好。拜托所有乡亲好朋友，明天全力。首先，我要跟大家说谢谢，万安从政以来得到大家非常多的照顾，给他非常多的机会。我们都知道，当面对阳光的时候，阴影就会落在背后。我们希望大家这样子的阳光的力量，过去一路陪伴着万安，明天我们勇敢的去投票，再次支持万安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托大家。各位好朋友们，过去这几个月，我走遍了台北市的每一个角落，我看到了市民的力量，看到了台北的希望，我看到许多善良的人、认真的人、努力的人，他们要的不多，无非就是政府要清廉，政府要效能，政府要能听人民的声音，政府要能未雨绸缪，为未来做好规划。各位，人民要的不多，但是现在这个政府，他们有做到吗？没有。你们满意吗？不满意。各位，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就是做不好换人做，我让做看卖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对。我这一生都会捍卫台湾的民主政治，捍卫中华民国的存在。蒋万安，蒋万安动身。我是蒋万安，我若在明天得到台北市民的支持，进入台北市政府，市政府的大门将永远为市民朋友而敞开，为市民朋友而开。我也要承诺，未来我执政的台北会是更国际、更与世界接轨、更让世界看到台湾、看到台北。我很有自信，也很有信心，将全面拥抱台北，拥抱市民，不分党派、不分族群、不分性别，让我们从明天胜选开始，迎接台北崭新的未来。大家都说好不好？